接电视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呢就是我们30000订阅回馈规定的约定的抽奖日子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说要送两套 GTA 5 Steam 版本的，那我先说明一下好了，因为我刚刚比较晚开台，是因为我光用这些人名我就用好久了。我后来发现呢，我们的那个 FB 留言那边居然有1094则留言啊，天啊，所以我用好久，你们看哦，我用慢慢的给你们看好了。哦，这样子一整篇哦，很多很多很多，多到我无法想象。我本来想说奇怪，不是才几百封而已嘛，怎么会突然破千啊，破千人呢？然后我自己在那边删删减减，哦，用好久。你看我光这样拉才拉一半，才拉一半呢。一千个要抽两个是的确蛮困难的，但是说不定今天你就这么好运，好不好？也许就会抽中了。 OK， 你看很多，真的很多。那里面呢，我发现有一些人呢他会重复留言，我每一则留言都有看哦，每一则留言都有看，即便你可能当下呢只有 po 到一个人，但是我会看到你下面有留言说哎还有谁，那这个我会算进去，这样子。哦，那如果说呢就是你不在这里面的，代表你可能有没有照我们的规定这样子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你可能多留言，或是你可能一个留言在很上面，一个留言在很下面，那个我真的没办法去预料，但是我能够尽量抓就尽量抓到了。哦，所以我整个拉下来这样好像大概有900多人，有900多人。那现在呢我们就准备要来抽了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先全选。哦，这是我们活动名称，就是阿姐 Games 光30000订阅回馈，主办单位就是我啦，好吧，是我。然后我们的奖项有两个，一个就是 GTA 5的 Steam 版本一套 ，GTA 5的 Steam 版本一套，所以总共有两套。接下来就是关键的时刻了，我们要把名单给贴进去了。哦，总共有712人，那中间可能大概有300人是不符合资格的。哦，所以他还有帮我统计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要来开奖了。好，准备要来开奖了，开奖。来了，来，稍微瞄一下啊，不用瞄，已经出来了，好吧，已经抽出来了。第一套叫做童玉伟，好不好？第二套叫做张景发。如果呢你有在现场的话呢，请直接 FB 私讯我，粉丝团私讯我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在这个，哎，现在是几号？今天4号嘛。那如果再到下礼拜六的时候呢，你没有中的，没有来跟我领取的话，我会再抽一次，好吧？或是说，就是我们就看怎么样的方法再抽一次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这两个人呢，恭喜他们！第一套就是由我们的童玉伟，第二套是张景发，好不好？直接 FB 私讯我，粉丝团私讯我，我会跟你讲怎么领取。OK， 感谢大家，真的30000的订阅是不容易，但是还是希望就是大家支持啊，好不好？那5万呢？当然。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啊，5万我还是会抽东西的，或是到时候看看。那我记得我们当初有约定说，等到10万订阅的时候，我会抽 G29 的方向盘，逻辑方向盘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忘记，10万订阅的时候，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我就会抽了。就这样子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按个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，追踪我的开台动态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7点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